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一个遥远的国度里住着一位非常美丽的白雪公主。精通法术的皇后因嫉妒白雪公主的美丽，用施了巫术的苹果毒害了白雪公主。就在七个小矮人悲痛欲绝，准备安葬公主的时候，王子出现了。我的公主就在对面山上的城堡里，我要去救她。王子来到白雪公主的身旁，此时的白雪公主早已不省人事，陪伴她的是那七个善良可爱的小矮人。公主，公主，醒一下，公主！王子自信地拔出宝剑，并向小矮人们许诺，誓死将公主救活，恶毒的皇后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可恶的皇后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正在这时，教堂外面传来一声霹雳，恶毒的皇后出现在众人的背后。把救公主的方法告诉我，要不我一剑刺死你！赢得解救公主的办法，你要跟我决一死战。等着，公主，我一定会回来救你的。你们七个，跟我走。七个小矮人，那两个呢？不不不，那一个呢？回娘家了。回娘，救不救公主了？你就是那妖婆子呗，对吧？去魔镜魔镜，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？魔镜说：“当然是我了。”谁哭了？谁哭了？要战胜我啊！战胜我呢，还能得到这个。嗯，两位主持人要在指压板赛道上完成匍匐爬行、独木桥、原地跳绳50次等三项挑战，率先完成全部障碍，并遥想农民画架上铃铛的一方获胜。获胜的一方将得到一幅画有拯救公主办法的农民画。王子究竟能否战胜皇后拯救公主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有那么疼吗？疼吗？一、二，跑！
你就不用再害怕那个老巫婆了。我已经消灭了她，我们以后可以过幸福的生活了。